定的，人都看地定的，才能照样栽好。在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有买有卖啊，就是说，就说这个人都得地定，那个本人嘛，可能就不行，干不了你们栽好。因为这本人呢，也有的也干了这种事情嘛、啊，主要人和什么？哎，他卖了，你卖了，你卖了，他卖了，走到后头，哎，那么，就是家境合适了，哎，他多能挣点。他你也与人家在没少啊，还去别人家这个花桃子比那个不花桃子就能挣钱。你别在马桥时候没有吃多，这基本啊，就是我就算没有，就是应该是。家老客不叫车不叫哈，不叫哈，我可怪了啊！这是没有花桃，花桃哎呀，这个可合适，还能挣点钱。但是这个道理吧，你听跟你说啊，那是外卖吃了，烤了熟，你知道吗？烤了熟，新圈了，全是新圈。拉的熟悉串啊，确实拉了，压了这个压子老师啊，他这个熟，等你圈了，你拉不到拉不到了，你不赶快过，你把他烫了，哦，你是熟悉串，照串，哎，他是熟在这儿的，咱串软，哎，这两个道理就是两个道理吧，你就是咱们烤的熟，新串了，压了个压子了。你看这多干啥？你死了，我叫你死了，不老不信你了。死人的死着了，你是烦的。哎，人家就是等着，烦的就是靠着说这个，这就专门给你等着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专门往等着那药了，专门等着。啊啊，人家叫等着的了，咱们是心里想的。你就你是走，人家是等着。这儿的马球怎么拉是穿的？我弄的他是，他们这是鸭子，哎，马鸭子，你这是烦的，那是烦，鸭子烦不咬啊？哦，鸭子更烦。不也给我烦着，那好像要活了，至少一个月要活了五个月，你这说人家啊，眼睛、三管、牙子、旅馆还有旅馆，这和好这个治安好的不要有货币的事。哎，好，你这要死了，要不挣一块钱吗？五个月活了，挣二毛。翻身口，俺们这翻身口挣不过鸭子。啊，他们这个翻牛的开支的，什么开店的、锅炉的、上一回的、水的、加油的、去啊，他们那就是死了，也挣多呀，你说这也死了。不是个红贵，好吧，咱们这红贵红贵的拿值钱红了吧？是吧？俺们这全拿挣钱红了，今儿的也是大阵的这是菜。年轻的，哎，都是七十吧，七十他挣不到，打工一年不挣七八万，怎么挣？就在后生吧，一天吧，你挣不挣一点八？挣一年三个挣得，不能天天干，哪有天天干的活？俺打工能挣钱，中间有吧？